我觉得今天非常幸运，还好不是假日。这边对我来讲就是假日哦，人潮绝对不会比游乐园还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刚刚在开车的时候，想说怎么越开越山上，越开越山上，哎，就来到南庄了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个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南庄老街啊，这个假日其实会真的是有点像，就是水泄不通啊，真的。我没有来过哎，因为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说。其实你有来过，我有来过南庄的时候有。没有来过南庄老街啊？对，我们还有上来拍那个。没有啊。有，我们有拍那个一些小吃网络版。对，你可以忘，你回去查一下。不是，那是西城。西城。那不是，那不是南庄。不是，是这里，是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我没有来过，确定？确定吗？我现在失忆了。等一下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对啊，记错了，我们真的没来过。是我来过太多次了，然后没跟你来过。对，我们没有拍过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啦。真的，我们没拍过。我记错，但是因为我这边我真的来过太多次了，就是之前我们来的时候都假日来，所以我就觉得印象不是太好。啊，没有，因为太多人，真的太多人了啦，就是很挤，水泄不通这样。可是我们今天这一局主题其实是。来过的人都大推嘛，所以其实这边有很多名店。那我觉得不管是拍照、部落客、网络，我觉得我们就去验证一下，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好，这些大家都推的名店到底厉不厉害？我们今天就直接帮大家探点去。走起来。好，先去哪？好金哦！哇，这个很像cheese。你刚拿来，我以为是cheese哎，真的。素食鸡炸成直接蛋糕。天哪！它其实有那种冰火汤圆，上面会有桂花。对。它的桂花蜜给的是真的很多，而且是比较浓郁的那种。好大哦！没有，别墅哦。感觉里面哇，这个美景太夸张了啦！它这里开一个，这家店有一个很好，他说他们是被水饺耽误的葱油饼店，所以这更厉害。有，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。你看这个蜜光，哇，这蜜光是。你知道我这次要带你，先我们去吃这个第一家，是这边的，真的也算是老店、创始店了。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区南庄这地方很多这种卖客家菜，对，那各式各样的炒菜，你知道就是一级战区的意思啊，每一家都一样，但是这一家算是真的就是老店中的老店，一定要来吃，真的就像你去淡水一定要吃阿给有没有，或者吃铁蛋的那种，不管有多饱都要进去点对一道菜的那种，就是直接找创始店来吃看看。哎，我觉得叫金龙的都是老店。对，它52年，民国52年。我那现在已经快60一甲子了，一甲子哦，不容易哦。一甲子的老店哦。对啊 ，Hello。你好。啊，看你就知道家族企业。是把它点好点满。对，我觉得来这边你的好处就是不用烦恼点菜的问题，因为老板来，谢谢，好，酸菜肉片汤，老板会看你的人数下去做搭配，两个人有两个人的配法，三个人有三个人的配法，四个人有四个人的配法。听说他们会这样子，是因为老板真的太忙，太忙，没办法让你对一个人当点菜，所以人来了，主要的招牌菜全部帮你上齐，帮你配好。啊，如果你另外要再吃什么，再跟老板讲。我觉得我们先来一点这个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手上有一个白饭嘛，就雕崩系列的，就是通常介绍的先。这个是菜吗？梅干菜绞肉的感觉，它不是控肉，它是绞肉，对不对？比较少看到这种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控肉的。对，雕崩姐，它没有那个，有时候梅干菜会很咸，对，或者是有一个腌的味道很重。我觉得这个香哎，好吃是它这个肉末呢。哦，因为一般我觉得我们在吃梅干扣肉的时候。它那个控肉有时候比较大块，如果没有卤进去，味道没有进去的话，就会变成菜是菜跟肉是肉的味道。对。可是这个肉末它完全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入到里面之外，那个酱汁有那个猪油的那个香气跟那个全部通通都混在一起。嗯，我原本想说这种下饭的应该是要我很咸香的，就是一点点，然后但就配饭就不用。它不会哦，它是那种可能整食你可以配一口白饭，那种很清爽的感觉。这个我觉得不错，小朋友也可以吃。对，他们白饭该不会也是自己盛哦？对，吃到饱。老板他说他这边没有在卖炒面炒饭，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做不出来，所以就是让大家白饭让你吃，对不对？自助吃这样，自助吃。光饭这个其实就已经很多人配很多饭，因为全部都是很下饭的。
刚刚老板端上来的那个大肠，僵尸大肠。好。哎，它的切的好厚啊，好肥啊！你看一个其实切这么宽。它其实保留了它的口感，嗯，因为像其实有种我最怕吃的僵尸大肠，就是很像在嚼口香糖，到最后是可能这家都已经拍完了或吃完，你还在嘴巴还可以这样，还在嚼，当口香糖嚼，那个是真的是很温的，但也有吃过很烂的，就是太烂你完全没口感，那个吃起来更奇怪。我觉得他们家控制的刚刚好，我觉得刚刚好，然后酸度也 OK， 哦，那个豆干，看很久了，看很久了，客家小炒。他每一个，我真的觉得老板真的太忙，他一定不是不想细切，每一个都随便乱切一切就丢进去，每一个都切得这么大一个，让大家吃的实在，嗯，炒的入味，然后里面那个猪肉跟鱿鱼的味道都有在里面，都 OK。但鳟鱼要讲一下，鳟鱼，因为其实这家店的一个特色就是，它开这么久了，但是它其实用了大量当地南庄这边的食材，像这个鳟鱼就是南庄这边的鳟鱼，对不对？也是南庄对养殖。那老板其实非常推，那其实它这个套餐里面你可以选鳟鱼跟土鸡。对。那老板是真的非常推鳟鱼，因为土鸡其实我觉得各家一定水准都不错。对。但是鱼的部分，我觉得不一定每一家都会卖，不一定每一家料理的手法都一样。可是老板这边推的是他的这个鳟鱼，而且这鳟鱼太漂亮了，很新鲜啊，闻就很看就很新鲜，真的这样。会发光的感觉，也没有过多的调味，嗯，那就很简单的那个酱油，然后稍微浇一下而已，里面都还是那个鱼肉的甜味。我觉得老板应该是对他的鱼很有信心，嗯，因为我们刚吃其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在旁边，但我们吃鱼的时候，他就很骄傲的这样站在旁边，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我们，很新鲜，对，肉很细。哎，鳟鱼真的一定要是水质非常干净的地方才能养，才能生活。对，哎，还有这个，老金龙泡菜，听说也是老板新非常非常觉得很骄傲的，对。哎，他泡菜很不一样哎，比较偏甜的，好好吃，很新鲜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必点的，因为像你有吃到这种。对啊，来到客家那边有煮鸡的，基本上它的煮水一定都是用贵族鸡油或是鸡汤下去熬，好吃啊，很嫩，非常嫩。那如果你喜欢那种脆口，然后又不要是那种很重的那种腌制味的笋子，其实这个做得很好哦。然后鸡汤的那味道都在里面，不错。难怪大家来到南庄老街。一定要来这里踩点，真的。哎，鸡油一定要老母鸡的鸡油去熬。啊，老母鸡的鸡油，好筋哦。哇，这个很像 cheese。你刚拿来，我以为是 cheese 哎，真的。四五十只鸡炸成鸡油再去熬。天哪！再去熬这个笋吗？是专门做这个笋子这一道菜的。天哪！那大家来一定要点哦。难怪这个笋子好吃。必点，嗯，必点。我采访那么多家，大部分都是。当天可能煮多少鸡，他就是用那些油的那些，哦，那是有用心哦，因为有一些是鸡汤，鸡精的，对，难怪它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真的，有点像低筋泡在低筋，味道更浓厚的感觉，更浓的感觉，对。觉得这个客家菜还蛮道地，对，金龙真的蛮道地的。可是一个还有一家店啊，在南庄老街这里面有很多网友他们大推的店，我觉得你们都来到这里了，一定要去瞧瞧。对，是什么甜点还是什么？好像是桂花的汤圆，因为这边桂花的系列很有名。对，这里很多桂花的东西。桂花汤很不错啊，我们可以吃点算甜食。对。再往前走，好啊！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前面那个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吧？对，这里，将近。小姐，我可以点吗？我要一个冰镇汤圆。桂花冰镇汤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他们这里的那个桂花，这是桂花的桂花酿。这是玫瑰的。对，它就是放这么多各种花。对。哎呦，这一碗
碗等了很久啊，不是一哥，我们等那么久，你怎么只叫一碗啦？老板说他做不出来，因为他要做第二碗，他还要再等，我不想等。不是，时间有限，我们等那么久就是要一人一碗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好好的把这碗吃完。而且我们刚刚终于看到老板本人。对。刚刚一看到他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一家店啊，我们吃的这一家江记是整条桂花巷第一家店哦，真的哦，整个老街这边他们是第一家创始店，难怪就是所有品项都很完全这样，然后也是名店这样，而且听说桂花巷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，真的，之前前面那个60年面店旁边有几棵桂花树，然后就想说哦，那不然这条就叫桂花巷，就没想到整条都卖起桂花的东西了，太棒了。今天平日我们也等了20分钟，很久哎，我们还跑去隔壁买草莓干什么的，这个汤圆超级可爱的，它是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好 Q 哦，很 Q 哎，它像藕泥，藕泥的形状，而且吃起来是像藕泥那种口感，藕泥的那种口感，但是它是汤圆的汤，就没有任何汤圆的甜味，对，它就是靠外面这个桂花酱，然后有点甜甜的感觉，而且它里面蛮好吃的，它里面放水果，对啊，大量的水果，你看太奇怪了，苹果。苹果、香蕉、西瓜，当季的水果啊。嗯，哦，超好吃！你吃这个香蕉，用桂花蜜很赞呢。西瓜也是。他们这样可以就是让大家买桂花蜜回去，然后沾在水果上面。哎，这有特色哎，这真的是有特色，而且变很香哎。我建议你挖一点冰，挖一点串冰，挖一点冰，然后跟一点汤圆。合在一起，因为它真的真的那个桂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哎，这是让我很有印象的记忆点的串冰哦。因为其实有那种冰火汤圆，上面会有桂花蜜，但它的桂花蜜给的是真的很多，而且是比较浓郁的那种。因为有些都是桂花花多到有点带苦啊，真的很原始。哎，我就是这个推哦，这个来真的会有点对于你吃那种串冰系列，因为一般串冰都是糖水、对蜂蜜、炼乳，对对，但它这个是。花的这种果酱的感觉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然后又配上新鲜水果，你要吃一下这个香蕉。香蕉，我觉得香蕉配香蕉桂花超级好吃。回去会想要这样子做，对不对？很神奇的口感，很搭，对，很搭，真的很搭。它的冰里面已经是桂花，是不是有把它搅过啊？有啊，超多的。下面不是清冰哎，它全部都是这种。全部都已经是桂花冰，黄色的酱很多啊。对，这个是热的，热的桂花茶。这个我推哦。打开里面应该不会有桂花吧？有哎，满满的。有桂花。真材实料。对。而且我这边好多。他是不是就是买他们的桂花那个露回去酿的？我觉得英格兰他们在做的时候就已经一大堆了，那反正就是物尽其用，你热的我就泡这种像茶饮的这种给你喝，但我还是最喜欢这个，对，老实讲，这个真的有经验，这个有推，有推，就是一碗冰里面你可以吃到有水果，然后有刨冰，又有汤圆的口感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